过月上水伊就是讲用碱来甲用毒的。嗯。种小的毛病就是两千加，一个月到两包，一千要到两千，一万要到两万，对无？是啊。啊，用剩的两万，搁剩的两万，两万就四万，四万就八万，八万就打落来去，来去，来去，搁两千加，对无？这是种小的，的毛病。啊，那我你只讲，这是咱人生的毛病，叫做药方，这个叫做药方，哦。所以药方，药方想要得到，不一定得得到。不理解，甲你交代，叫咱你一定要安心。倘若你这个心有安心，你才能过着常的这个生活。倘若这个心你才能过着常的生活，只要咱人人愿意去做，人人拢会当去做到。只要你要愿意无？愿意要做，人人拢会当去做到。哦，所以呢，安尼才能过着常的生活，常的生活就袂去让健康不白，不甲你压榨，哦，不甲你压榨。啊，安尼是伊想会开，伊放会下，伊看会透，哦，伊看会透。但是即种人，少注意哦，少。嗯，迄上少做厉害个，哦，迄不是我咧讲个啦，即种过节上少哦，即种人哦，少对咧少啦。嗯。啊，过上个生活财神活不啦，安尼啊，大家都安尼，大家都总是活不了出事。嗯。哦，所以《红楼梦》伊才有一条足好个关，哦，伊讲世人拢知影神仙足好。嗯。对无？只有经营忘不了，只有雕车忘不了，只有迄落医生忘不了。嗯。大家拢知影神仙走路，经营财富成就第二，太好个啦，放袂落啦，有无？只迄《红楼梦》内底一条歌好。只有功名忘不了，功名嘛十好个啦，即摆总统敢乌乌擦擦，对无？你坐车时阵在炸嘞，在偷嘞，你坐嘞在炸嘞，偷坐安尼，对无？加火都都啊，安尼下一个好，有无？无好，迄听人讲有无？是不是这功名十好嘛？啊，这对功名忘不了嘛？哦，功名忘不了嘛？啊，经营经营财宝嘛忘不了嘛？啊，轿车嘛忘不了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医生忘不了啦，哦，所以呢，但是当看到风啊的时阵哦，上苏直接去来上苏再讲，万人万人之中，万人之中难找到一个啊。嗯生在这里来哦，嗯，生在这里拢知影，伊个以前过年嘛知影，大人知影，伊有真心的心无真心的心，伊拢总知影。为啥物？万人之中，真难去找这一，找这一个人。咱人拢一直追求，对无？一直追求，追求袂到嘛痛苦啊！追求袂到痛苦咧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亲像我少年时代去追求一个小姐，小姐哦，哦。迄足水个，迄老爸做阮朋友，毋知偌好都偌好个，对不对？面对是毋足艰苦，追求面对嘛艰苦，你要相信无？是啊，咱来讲，惊去互失去嘛，惊互我放散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啦？啊，人歹着，为着即落伫咧追求，何必追求？伫咧追求安尼，苦苦追求咧，人咱来苦苦着追求咧，哦，所以嘛。得到到无得到拢是痛苦，知来就知，听着。我要我甲你讲啊，你有同感无？有无？你追求小姐是毋是安尼？你追求面对这个苦啊，有无？少年有当袂袂，我知影啦。啊，追求面对迄个小姐，虽然就是只个叫拍嘛，你虽然你去拍人，拍人，但是你去甲伊拍，啊，搁一个你互我甲伊斗，迄嘛是搁叫拍人嘞。安尼你毋是咯？追求面对嘛艰苦，追求面对嘛艰苦。所以啊，咱人就是种小毛病，就是安尼，安尼，啊，拢离个破破病病，
即上手拢做起来啦，包包对对，哦，包包对对个，啊，即就是人生无欢喜的一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拢是人生无欢喜的一面，嗯，是不是？即是人生叫做无欢喜的一面嘛？啊，啊，你无欢喜的一面是毋是？咱今仔日爱看开、看透，哦，啊，安尼时阵哦，好好去接纳伊，好好去接纳吧。即点讲讲落，干部对无？点干部生活。嗯，对啦，对。嗯嗯嗯嗯。